要去小琉球玩啦，耶！对，后面是我们要坐的船，我们十点半的船，好像还没开。好多人啊！超多人的。那 Ariel 现在跟阿妈玩得很开心，他家人都不太想理我们。没办，没关系，耶！哈你今天要去哪里？要去小琉球。你要怎么去？要坐船去。坐什么船去？玩有没有很多人？耶耶，大家好多人呢、哦。我们现在在坐船啦、啊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拍一下外面的浪花有多大。坐船的时候浪花超大。哎、欸，然后前面有个小孩，怎么办？我拍不到他。正要前往小琉球，我们是人生第一次去小琉球，其实我们还没去过。对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现在去哪里？现在都已经在小琉球了。我们现在小琉球了。我们要去租摩托车。要去租摩托车了，因为摩托车离我们有100公里。我们租到车了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已经租到摩托车了，刚刚是租到电动车，然后现在看一下我们电动车港口，你看一下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吃东西了， yeah. 希望待会东西会很好吃，耶耶，棒！艾瑞在干嘛？我在写东西。你为什么在人家店面写东西？因为他那么多东西，而且他本来就是给别人写东西，我们要来吃饭，对不对？好难找位置吃饭啊！你写什么？有签名哦。我最低最低最低就是妈咪，就最低最低最低就是耶。Yeah. Yeah, 哇，好多人哦！今天不是礼拜二吗？怎么那么多人？花瓶年到啦！花瓶好像一个花椰菜、啊。嗯。花椰菜。应该是那个旅客来的第一个景点。好多人哦。下一个拉姆，然后那边对面过去就是那个超头树，那边是八五大。哪里？哦，我看到一根，好小根。高雄最高的建筑。我们第一次来小琉球，然后发觉小琉球实在太美了，怎么会第一次来？对啊，漂亮吗？漂亮吗 ，Ari？ 你都不看镜头哎、欸，看一下镜头，看不到脸。因为它很棒，所以我就想看。真的、哦。好啊。好了，我们来到踩第一个点，我们要先离开喽。Go。我是妈咪。最低就是妈咪。我们先进去来看一下我们的花瓶园，看起来很漂亮。漂亮吗？啊，我又想到另外一种东西了。哪个？我觉得像一个头。嗯，不是，像一只鸟。耶！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景点了。可是这是暑假的末期了，然后今天又是不是那个上班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小琉球这里为什么没有人呢？是因为这里太热了，有可能是因为超太热。然后我们现在往这边走了之后，发觉这边其实还蛮漂亮的。哎，有入口哎，哎，好特别哦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小哎，这个纹路是海龟纹路吗？哎，是不是有可能是海龟？对呀、啊，看起来像。对耶，龟壳。哇！哎、欸，这上面是什么地方？哦，哦，哎，神秘通道，神秘通道，去冒险吧！而且他讲话有回音呢。吼吼吼！哎，吼 ！Super Idol 的笑容。都没你的低。都没的低。好特别哦！啊，等，啊，等我，等我。就是这个不知道是哪个人的，因为是在毛坡啦，他们在这边军人用的，对啊，是哪里？哎、欸，
这里是中英文很快的，这里哦，好难哦，好像有。然后你看画面，这边出去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点，你看，水道倒出来啊，太美了吧！天啊，这一看就知道这里就是军人的地方了。迷彩，有没有很漂亮？耶！月月的色体，火火裂空，谈笑的好。就如同我刚刚讲的，果然是一个军人的地方。你看，这里就是碉堡。碉堡。想必这应该就是以前，就是这边是那个什么、啊，会有一些，如果有战争的话，可能会影响到这里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碉堡，可以防守的地方。以前应该就是军人的地方。哦。然后我说实在，在这边一直看着大海。应该不太会想要好好的工作吧，应该只会想好好的钓鱼吧。嗯，来走，跟我来。啊，我去那里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我们的民宿了。然后呢？走廊白拖风格哎、欸。啊 ，Go Go Go，Every 带路 ，Go Go Go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这边的小房子看起来就是一间一间的。蛮漂亮的，然后油漆漆成蓝色的，非常漂亮。然后这边是他的那个接待中心。哦 ，Eri 已经迫不及待的上去了，赶快冲过去！我们在最后一间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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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耶、yeah! ，Let's go！ 好，怎样？你要帮我们开门吗？来打开，跟着我。哦，这道是什么门？纸片马里奥的门吗？对，也是舒服的门，因为现在超热，对不对？进去里面就可以吹冷去啦。Go， 可以吗？可以打开吗？看来你打不开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右了，往右了，往右。就往右啊。好，再开到底，应该可以吧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样就开了。好，好，看来还是要我帮忙开才会变到幸福之路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幸福之路长怎样了？看一下，哇！插下这个灯，插下去一下，插一下灯。哟，有灯了，有灯！这是今天我们晚上要睡的床啦。这个感觉非常的舒服耶。还可以逛这里耶。对，感觉蛮舒服的哈，这个民宿。对啊。耶，然后我们去沙，哎呦！这小孩子已经忍不住想要躺在他的床上了，这就是通往幸福的道路吧？去，哎，沙发去，小弟，冲去沙发去！哇 ！Go！ 你今天就睡到沙发区吧，耶、yeah ！哇，胜利！然后我们去外，去然后我们去外面看一下外面的那个，你去赶快打开。对，哇，外面有一个地方可以吃咸酥鸡用的，哇，好赞！哎，外面有那个哎，羊驼哎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可是那是另外一间民宿的啊，订错了吗？啊，没有了，哇，太棒了！订错了，这么棒的地方怎么突然订错了？对啦，太棒了！哦，他太幸福了，太爽，爽爆了！好了，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快热死了，拜拜！砰！有话想说，又不敢说。哎，我们现在吃什么？晚餐，晚餐，怎么又来这边了？我们因为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今天已经第二碗了。金泽鸭霸，耶，超好吃的，它的鸭肉饭，然后它的那个热炒都超好吃，对不对 ，Eric？好吃的，我现在就想夹一个来吃。好了，挤柠檬，挤起来。我现在就想吃。超好吃。还没吃过吧？艾瑞，你最喜欢吃这道菜对不对？这道菜对不对？超好吃。我现在尝尝看吧，不然我还不知道它好不好吃，只是看起来很特别。哈哈哈哈。他跟着我一起保护地球。在玩千手观音来一游山 ，Go， 哦，我们现在在夜游那个小琉球，现在呢，这边非常的灯火通明，你看这边好漂亮哦，你看，
很好，很多人在那边吃热炒，很漂亮，很多小朋友在那边玩，我觉得超漂亮的耶，超值得可以来这个小琉球玩。我觉得我今天在高雄住那么久，居然都没有来过那个小琉球，想不到这次来之后感觉超棒的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棒棒耶、yeah, 好了，那我们要继续去月游咯，拜拜。哒哒，早安 ，Henry 刚睡醒，你看他一脸可没困起啊，啊哈哈哈哈！好了，我已经帮你们买好早餐了。爸爸我，你看最可怜的台风天，还要把这个早餐买回来给母女吃啊。刚刚真的太多人，我还没排队排得要死啊，然后还冒着风雨。但是呢，我们 Henry， 你要不要？你待会最想吃哪一个？这是我们的小琉球上面最有名的红妈妈早餐。我想要吃这个，小馒头加炼乳。这个是什么？炸萝卜糕。对啊，他说是那个他们小琉球包，小琉球贵啊。那我看到他的饭团不错，我也拿了一个，还有一个这个是他的那个寿司。我看到寿司我就受不 了。好了 ，Henry， 帮你先吃一个小棉头。小棉头。小棉头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吃吗？你要先直接吃一个吗？好了，给你发一个，耶！耶！我们现在搭船回去了。耶！小海哥太不开心，我好开心。待会很快又到东港了，然后先让你们看一下外面的那个什么。啊，好棒啊！坐船的感觉，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Yeah.